旅行过各个国家，还是属俄罗斯的美女最多，最符合全世界大众的口味。然而俄罗斯的童星各色各样，一个6岁的小女孩却用一双蓝色大眼睛征服了全世界。这个小女孩今年才6岁，却火遍了娱乐圈和模特圈，几乎全世界的大牌广告都想要邀请这个小女孩去拍广告。但是小女孩的妈妈却并不想她的女儿这么累，每到一个地方都会带着她一边旅行一边工作，这样的可爱萌萌哒的小姑娘谁会不喜欢呢？据说这个童星的眼睛最有一种独特的美，蓝得十分深邃，甚至她的经纪人给她投了价值10亿的保险。这个小女孩天生就是一个模特，无论聚光灯扫到哪里，她都能自如地应对。然而在妈妈的怀里，她可是一个超级的小可爱。如今这个小女孩越来越大，模特之路也越走越宽广。